是寒月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换你我生而平凡，色心碎中人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长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自信自伤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那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今晚来到加拿大妇女互助协会的 Zoom 直播间，我是暑期工 Annie， 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我简单的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妇女互助协会是支持加拿大华裔妇女的社区服务机构。欢迎大家来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cwaa2020.com 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cwaa。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有我们每天晚上的课程的视频，大家可以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订阅。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呢，就是由王老师来教我们关于人体血糖，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请王老师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课程内容，欢迎王老师开始给大家分享。大家现在好，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时区，所以说时间不一样。中国呢现在是早晨的时间，多伦多呢是晚上九点，温哥华呢现在是晚上五点钟。我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血糖。血糖的不平衡的极致就是糖尿病，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是二型糖尿病。对于有一些是比方说青少年，他可能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比例呢是比较低的，只有5%左右，也就是说95%的呢基本上是二型糖尿病。一位这个诺贝尔奖他呢获得者曾经说过，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科学的认识呢有一半将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找出那些错误的，因为时代呢在不断的进步，我们会发现以前很多的认知呢和我们的时代呢是不相符了啊。所以说以前认为二型糖尿病呢它是无法逆转的，药物只是减缓它的进程，就说你上医院里去看病，医生给你降糖药啊，一粒不行两粒，两粒不行三粒，三粒不行四粒，加到六七粒七八粒没法加了，然后再给你上胰岛素，让你自己吃饭前注射胰岛素。所以说呢它只是把你的血糖让你降下来，没有最终根本的解决问题。所以说呢很多患者呢最终呢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比方说是心梗、肾功能衰竭，再有的是糖尿病足造成的截肢，血糖高攻击眼睛造成失明、感染等等。所以说就目前的这个治疗现状来看呢，药物只是控制，让你血糖呢不会那么飙升，不会升得很高，但是呢它没有治本啊。所以说呢我们只是这个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那么什么是这个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呢？糖尿病呢，它在早期表现为高胰岛素血症，就是我们的血液里边呢胰岛素特别高，这个胰岛呢不停的工作来分泌这个胰岛素，那么血液里边的胰岛素就多，最后呢这个胰岛细胞呢就太累了，它就衰竭了，它就不工作了，然后呢就没法再产生胰岛素，所以说你只能靠外来的注射来维持你的这个血糖平衡。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让孩子做家务一样啊，你不停的这个孩子不喜欢做，但是你呵斥他的声音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就是咆哮了，但是呢孩子也不一听，放弃，你只能是放弃。这个胰岛素抵抗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高胰岛素血症，就是血糖里这个胰岛素高，那个是纯粹是吃出来的啊。什么食物呢可以升高胰岛素，什么食物升高胰岛素的作用最强，我想这些问题呢大家是其实都是清楚的。就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我们的三大宏量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这三大营养物质我们称为这个宏量营养，就是吃的量比较多。我们的人体1/3是水，除了水呢最多的呢就是蛋白质，然后呢再就是脂肪。这个碳水化合物是干什么的呢？它就吃进去呢消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我们人体呢这个只有大约5升的血液，因为我们的血糖都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只容纳5克的葡萄糖。那么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消化进入血液以后呢，那么胰岛呢也必须是胰岛素分泌的胰岛素呢把多余的葡萄糖呢携带到全身去使用。细胞里的这个葡萄糖呢够用了以后呢它就拒绝这个胰岛素携带来的这个新的葡萄糖。就好比是比方说吧这个邻居家的那个西红柿大丰收吧，今天给我们2个西红柿我们挺高兴的，明天又给我们4个西红柿我们还是挺高兴的能吃完，这后天送来2筐子这也吃不完呢，是不是？2筐子送完了不行呢又送来了很多，干脆我们就把门关上了，他再敲门我们就不开了，我们不要了，是不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们不能要多了我们消耗不完也是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么细胞也是这样，你不停的给他葡萄糖，不停的给他葡萄糖，他够用的就行了，他多了的话呢他就不要了，不要了的话呢 血液里的血糖就会升高，血糖高了以后呢血糖高了以后就是胰岛素它就会多，你就来敲门，一个胰岛素不行来几个，说你快开开门把这个葡萄糖接收下啊，结果还是处于一种僵持，是我已经够用了我不要那么多了，就造成了这种胰岛素的抵抗。所以说呢血糖你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过多，葡萄糖升糖升得太快，那么这个血糖呢血液里的糖葡萄糖太多的话呢，胰岛呢只能是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强迫细胞去接收，这样的话呢你血液里边这个高的胰岛素血症就形成了啊，就像我们平时喝的这个可乐呀果汁啊这些含糖的饮料，就包括酸奶啊，你要是自己做用纯牛奶做酸奶你试试，非常酸。商业上呢为了更好的口感呢它加了很多很多的糖，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食物当中呢隐形的糖太多了。就包括比方说是我们华人常吃的像味极鲜啊酱油啊醋啊，你都有可能加了很多的糖里边啊，就是提升鲜味。
啊，就是说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呢，吃进去很多的糖，这个升糖的效果是最快的，其次就是我们华人喜欢吃的啊，精致的米面，含糖的加工食品，像各种那个蛋糕啊，那个点心呐、糕点之类的，这一些呢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有一个嗜甜的本能，就是比较愿意吃甜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在自然界当中呢，我们的祖先只有吃甜的东西才是安全的。因为这个甜的植物呢，大多数甜的是没毒的，可以安全的使用。那苦的那些有可能有毒有什么的啊，所以说甜的食用。你像植物呢，它也是一种选择的机制，就是它的瓜果是甜的，然后呢动物过来把它吃了，吃了到了胃肠里边呢，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散播，排出以后呢还带着自带分料包啊，也是有利于他们的这个种族的扩散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现代的糖、精致的米面都不是我们身体就是在原始结构里边所接触到的。最后升糖慢的最好慢的呢就是粗粮，像说土豆啊，地瓜、白薯之类的这种这个天然的食物啊。讲到这里呢，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糖呢，血糖，你像这些我们的粮食啊，全谷物类的，土豆啊、蔬菜呀、这些瓜果之类呢，它都是这个利用光合作用，把太阳的能量，融到这个碳水化合物里边去啊，通过那个光合作用。我们人呢把这些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的到了体内消化吸收，把它这个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就是把它那个分解，一分解呢就变成把太阳的这个能量释放出来，我们人体就有了能量了，然后呢还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那么在这个化学的过程中呢，它需要的是氧气啊，需要的是水，需要的是维生素和矿物质这种化学反应的配合，其他物质的配合等等。所以说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呢，一旦你比方说是我们吃的白糖，这里边基本上没有维生素矿物质，那么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个反应没法进行，因为我们这个化学反应呢是需要维生素矿物质来作为这个参与这个反应的，否则的话呢它就没法，所以说呢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我们的人体的代谢率降低，因为没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食物里边营养空洞化，所以说通过食物摄取的不够，那么人体的新陈代谢率呢它就会降低，降低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的能量缺乏，就是说人没劲儿，白天也犯困，就是能量不足啊，就像一个车呀没油怎么跑呢，是不是？另外呢因为这些糖呢摄入体内了怎么办呢，还要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因为我们祖先呢是经常是挨饿的，我们一万多年，我们就近几十年才吃填饱肚子，之前一直就是饿着，你吃了这一顿下顿不知道什么吃什么时候吃，所以说呢这个脂肪呢是储存在你体内时候可以你供能的，就说当你多余的葡萄糖呢储存到脂肪之后呢，同样的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又不动了，我们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了，大家动脑就行了，当然了大脑也需要大量的这个葡萄糖来工作的啊。所以说呢讲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这个糖呢是像我们的汽车的汽油一样是给我们供能的啊，但是这个能量要供应呢还是需要其他的这个物质来参与的啊。不知道我这样给大家讲呢对大家有没有新的启发。
人和人的基因不一样呢，代谢的过程也不一样。如果是得了糖尿病呢，就说明呢，我们对这个碳水化合物，对糖不耐受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对它的这个代谢出了问题了。那么我们食物当中呢，最好就是降低食物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呢就不需要忙着产生胰岛素了，让胰岛素细胞来休息休息，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达到的这个治本的这个效果。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胰岛素的治疗呢，对于这个糖尿病的，如果是从治疗的角度讲呢，我们的宗旨或者是本质上，我们要降低胰岛素。因为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升胰岛素的效果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呢，要吃这个低升糖的食物。这个是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人体呢不需要碳水化合物也可以照样生存。像我们知道这个爱斯基摩人呢，他全靠吃海豹等海洋动物的脂肪蛋白质照样活得很好，因为身体呢完全可以将这个蛋白质和脂肪转化为葡萄糖来利用。所以说这个转化的过程呢，就是一升糖在肝脏中进行。当然了，我说这个意思呢，不是大家要刻意模仿去照这个做因为就好像呢，因为人和人的基因不一样，我们身体的化学反应不一样，就好像汽车呀，有的加汽油，有的加柴油，是不是？你不能说是把这个加汽油的车你加上柴油便宜你就加上柴油就能跑，那样也是不行的。我们人也是这样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就是我这里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就说我们人体呢是必须要吃进蛋白质和脂肪的，因为这是我们身体的组成的成分。而且我们有一些氨基酸和脂肪酸呢，身体是无法自己制造的，必须是从外界获取的。我们每天都有细胞呢都有死亡，每时每分钟都有死亡，然后呢都有新的产生。那你产生的呢，它就需要原材料，就好像我就是我们家的房子需要维修了一样，是吧？那么你维修的时候，你原材料得提供到，原材料的比例还要合适，另外你还要给他找工人。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提供身体新陈代谢，就是新上岗的细胞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物质。我们话说回来，前面给大家讲了讲原理，我们说一下这个关于糖尿病的诊断，各国呢是略有不同的。糖化血糖，糖化血化，血红蛋白，就说 5.5 到 6.5， 它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潜伏期。就好像是我们孩子考试一样，60分就及格了，那你考个60分到65分，你也觉得它就好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期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开始形成了。冠状动脉呢是心脏里边输出的一个大动脉，如果它的血管硬化，也就是说它里边是粥状硬化，就好像我们夏天浇在花园里浇的那个软管一样，你那圆管是不是用不了几年就氧化了，就坏掉了，太阳晒的就老化了，就没法用了嘛。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血管的更新的需要的原材料，如果我们提供不足的话呢，它照样也是会这个硬化啊。当这个糖化血糖蛋白在 6.5 以上呢，那么这个肾脏它就会出现损伤，而且视网膜也会损伤，就说你眼睛你已经不舒服了，肾脏呢也就是说你可能就会排泄有问题，要不就是尿不出来，要不就是尿频啊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我给大家呢讲这个原理，
你要是实行的话呢，你不要说是我说了你就实行，你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是懂营养的人的指导下呢，进行这种低碳的饮食或间歇性饮食都可以降低血糖。如果不调节胰岛素，我们用其他的口服药的这个剂量，你比方说是你今天你只吃了蛋白和碳水化没吃碳水化合物，你照样吃这个降血糖的，比方说是二甲双胍吧，那么你可能就会降低你的血糖。低血糖呢，严重的呢会造成休克，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其实是处于这个低血糖的前期。十个人当中呢，大约是有基本上可能有三个人处于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早期状况啊。你比方说是这个血糖低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很疲劳，经常的有疲劳感，而且注意力降低，情绪呢容易发怒、紧张、沮丧啊，而且容易出汗、头疼、消化道等问题。很多人尤其是正好是处于更年期的年龄，就以为是更年期综合症，认为过这段时期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呢如果有家族史的人，一定也要注意这个糖尿病这个。然后呢你最好呢就是每天呢多测几次血糖啊，根据你的血糖值呢来一个是和医生沟通调节这个药剂量，再一个呢和这个你可以和营养专家，就是说这个懂的人来帮你调整食物。应上期一位这个老同志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呢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前面给大家讲糖在我们身体里边它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个糖不平衡了，为什么会不平衡等等这些基本的原理。我们快速的聊一下这个糖尿病吧。关于这个糖尿病的现状呢，就是说很多人你像19年就有 4.63 个亿了，中国呢其实是一个多亿啊，但是呢糖尿病前期的，如果都算前期的人算上了，就是成年人有一半是血糖异常，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其实真的很多人他已经有这个糖尿病前期了，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健康啊。中国人这是一个比例啊，十个人有一个，两个糖尿病当中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患病啊，四个糖尿病患者当中一个得到治疗，五个患者呢中有一个人能控制，七个产妇中一个人患有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每24秒就有一个人死于糖尿病。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呢，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食物生活方式等等运作的，所以说糖尿病造成了我们这个寿命缩短8到10年，是吧？这么好的生活我们把寿命缩短了，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分布啊，我们简单的看看。你像这18年啊，北方比较多吧，北方跟喝酒有关系。导致糖尿病发病的这个上升呢，主要是生活方式改变，再一个是寿命增加了。你像那个以前人寿命短，寿命就30-40岁，还没等着他发病，别管是癌症也好什么也好，没等他发病他人已经结束了。所以说也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的只听说这些病啊，主要是我们寿命增加了，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进展增快啊。
我们这个全球的趋势呢，25%的呢是来自于中国，这是这个，这些关于这个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它给这个监测的，就是说，你看它预测到2045年有6.29亿人有糖尿病。糖尿病呢，根据分型和诊断呢，一型呢5%，就是说它本身不分泌胰岛素，这个很少。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呢，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一开始都是很健康的人，然后呢吃的糖过多了，然后胰岛素太累了，然后就不分泌了，就不工作了，这就形成了二型糖尿病。所以说95%呢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另外就是妊娠型的，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型的。这个呢大家呢了解一下。我在这里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原理。你像这个去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关于糖尿病的最新诊断这个标准，诊断的标准典型的糖尿病就是喝的多、尿的多、吃的多，但是呢体重下降啊。随机的血糖呢大约11.1，空腹血糖，早上空腹血糖高于7就是糖尿病。如果是餐后2小时血糖大约11.1，加上糖化这个血红蛋白大约6.5。有一些呢他当时他可能有各种原因吧，你去测的话呢，我们去血液里那个时候测的时候血糖刚好也没症状，所以说呢你还需要赶日再来确认啊。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呢，最主要是现在很多人呢是大龄产妇啊。大龄产妇呢，因为她本身呢她就年纪有点大了，生活方式啊、压力啊、各种外卖比较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造成她身体的这个问题本来就多，所以说患糖尿病也很正常。只要空腹在5.6以上，吃饭后呢就是喝这个2小时7.8以上，他就定为这个妊娠的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呢它是介于一种正常的糖原代谢和糖尿病之间的一种中间的代谢状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人为的把它分开了是逐渐渐进的。但是糖尿病前期就说你感觉有问题的时候呢，及时纠正，很快你就变成正常的人。但是如果你任其发展不改变的话呢，它接着往下走就变成了糖尿病啊。正常人呢空腹血糖是 6.1， 餐后小于 7.8， 餐后2小时。这个东西从哪里餐后什么时候算呢，就是说你都是从吃你开始吃饭的时候往后算。就是餐后半个小时餐后一个小时、2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你都可以测一下，你看一看你的血糖到底是怎么情况。而糖尿病病人呢就是空腹血糖是 6.1 到 7.0， 餐后是 7.8 到 11.1。 糖尿病人呢刚才说过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呢要额外的要重视，不是说你检测稍微高点就没问题了，你这个时候呢只要逆转非常的容易。糖尿病患者血糖异常升高的原理呢，一个这个是来源挺多的就说来的多排出去的不畅排出去的少。外因呢就是饮食不当，超重啊、肥胖啊，内因就是压力激素增多压力大，睡眠又睡不够，工作呀、情绪压力，无形中呢它就会升高这个皮质醇。我们早晨没吃饭的时候呢皮质醇是升高，那么血糖就会随之升高，血糖升高了一测是吧。去路不畅呢就是胰岛素
这个拮抗，就是抵抗，没把它安排掉，就是说也没消耗掉。如果有的人呢就喜欢动，不停的动，你吃进去的这个葡萄糖呢能消耗掉，不需要储存，那也没问题。所以说呢但是呢如果出现病理变化的话呢，不是简单的吃和运动就能改变的。你像这个葡萄糖呢不能被组织细胞利用，像这个骨骼肌肉啊，脂肪细胞肝细胞利用，那么就是说它代谢出现了异常。你像这个胰岛素胰高血糖的分泌和机制呢，我们就看，通常呢我们的血糖呢就是在这么一条线上上下波动，是吧？当我们吃饭了以后，或者是我们喝了一杯可乐，喝了一瓶可乐，喝了一瓶果汁啊，这个加糖的，那么血糖呢就飙升啊。血糖升高了以后呢，胰腺呢它就分泌贝塔胰岛素啊，就分泌这个胰岛素。胰岛素呢就带着这个血糖葡萄糖来到细胞，让细胞开开门，把这个葡萄糖收下。收下以后呢，这个血糖呢就会降低了。还有一些呢就让肝脏储存，就变成肝糖原。有一些呢是在肌肉储存，变成肌糖原啊。所以说代说这个量是有限的啊，血糖因为在血液里大约也就是5克。肌肉，也就是说你的肌肉越多，你可以储存的这个葡萄糖就越多，肌糖原啊，你的肝脏功能正常，你也能多储存一点啊。但问题是有的人呢脂肪肝呢或者是更严重一些呢，他没法储存很多。有的人呢身体的结构呢肌肉很少，都是脂肪，那么他葡萄糖也没法储存。所以说你只要是吃进去一点血葡萄糖，只要是碳水化合物，立马就升血糖里边的葡萄糖就比较升高了啊。那么机体呢就想办法让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让这个细胞呢收下这个多余的这个葡萄糖。那么血糖里下降，当你运动之后或者是空腹，很多人晚上不吃饭，从下午过午不食，从下午到第二天是90点钟起床还是不吃饭。你想想你空腹的时间可能就是十几个小时，15-16个小时了。那么你的血糖呢被消耗掉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胰腺呢你又分泌了一个高胰岛素，就是让你血糖升高。胰高血糖素让你的血糖升高，让你的这个肝脏呢释放出葡萄糖，那么维持正常的这个血糖平衡啊，是这么一种这个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它的分泌机制是这个样的啊，希望我能给大家说清楚。胰岛素抵抗呢，它就是细胞上的胰岛素有个受体，这个细胞呢都有受体，胰岛素和它结合，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一样。但是呢如果这个受体呢它对胰岛素不敏感，没有反应，那么从而呢就导致胰岛素发挥不了作用啊，就是胰岛抵抗是这样形成的啊。那么你这个门不开开，这个细胞里边没葡萄糖，细胞里边没法进行能量转换，是吧？实际上这个糖尿病病人呢他的血糖可能就随着尿就走了啊，还有一些营养元素也是走的，因为消耗的多，因为你血液里的这个血糖高就你就口渴，要求你不断的喝水，不断的撒尿。撒尿的话血糖是走了低了，但是也会带走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你没有足够量的维生素矿物质，这个细胞里边的葡萄糖呢它没法转化成能量，所以说你这个人就很没劲儿，就是很疲倦怠劳，就是能量不足，哎，这种感觉。这是你看这个胰岛素受体血液的这个。
当这个受体出问题的时候呢，血糖就不能进入这个细胞。所以说这是二型糖尿病发病的机制，就是胰岛素抵抗。吸收血糖的组织呢，就是肌肉和肝脏变成糖，那么再是脂肪，是不是？那你吃的这么多的糖，肌肉没地儿存，肝没地儿存，那你只能变成脂肪，所以人就越来越胖了。我们现在就是稍微年纪一大，终身与体重做自来回的战斗啊。那么大家知道原理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胰岛素呢是这个药吃，而受体呢是锁，这个细胞膜呢是这个细胞的这个大门。这个糖尿病呢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急性呢它就会酮症酸中毒是乳酸性中毒，或者是高血糖高肾性昏迷。降糖的治疗过程中呢，你吃的降糖药多了，血糖又不够用的了，变成低血糖。低血糖呢那么更危险，就变成了昏迷休克，甚至有如果没有人在跟前呢，有可能还会有这个生命危险。遇到这种低血糖休克，你会看他的心跳加速、出汗、脸发白、恶心、想呕吐，这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给他这个白糖糖或者是那个。所以说糖尿病病人呢，你自己也要随身带着糖到时候自救来得及。实在不行买瓶可乐喝下去，你血液里只要有血糖了，你就感觉就会慢慢好起来了。慢性的呢都是20年、15年、20年。你像大血管并发症，就是说很多人呢，我平时控制的很好，我有糖尿病，我吃药，我听医生的话，是吧？我那个吃饭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水果也不吃，什么都不吃。然后呢我是特别好，我控制的也特别好，但是10年20年以后呢，这个大血管呢并发症，心脏啊、脑啊、下肢啊，尤其是出现像糖尿病足啊等等，很多人这个出现了伤口它不愈合，很难愈合，因为这里血糖太高了，也容易滋生病毒、病菌、细菌等等。你像这个微血管并发症，像肾脏啊、眼睛的视网膜啊、眼底膜啊都可能那么神经性的呢，包括我们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负责内脏器官还有内分泌的这些神经所以说这个血糖升高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些慢性疾病把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这些，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来供送氧气呀、养料包括葡萄糖等等，尤其是我们的大脑，是不是你要运作起来需要大量的葡萄糖，别的没用。这一些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你像80%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的这个你像心血管疾病啊、中风啊等等等等，有糖尿病足是最早的，因为这个脂肪是往上走的，血糖是往下来的，那个脚上是最早反映出来的，这个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累积前身了那么关于这个预防调理的原则呢首先呢，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基础病理呢，它是一个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神经病变、血管损伤，就是高的血糖侵蚀了它所过的任何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调理的原则呢，就管住嘴，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精致的糖，我们加工的糖，包括蜂蜜、糖浆最好都不要摄入另外呢，就是运动活动，把你吃进去的，你比方蔬菜、
还有这些东西，它里边也有碳水化合物，你多余的你要把它运动掉，那就没问题了，是不是？血糖血液里就会那个了。你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你出去走一走，每天走上大约7500步啊，你的身体就会感觉好一些。另外呢，我们前面的课，肝脏呢一再给大家讲，就是说，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都是在肝脏，所以说代谢紊乱呢是肝出了问题，要早保肝。另外呢，抗氧化这些炎症反应呢都是这个自由基造成的。那么抗氧化呢，直接能对抗自由基，所以说，而这些呢，需要我们用营养素呢来把血管修复好，保血管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糖尿病是血糖呢，是血糖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糖尿病了再想起来再来调理啊。当我们最好是保持时刻保持健康的状态。当出现糖尿病前期呢，一定要立马的进行这个预防工作。这个糖尿病前期是可逆转的，关键就是在于改善生活啊。因为什么是糖尿病，很多人光知道糖尿病不知道是什么。你像有这么几个症状啊，口干舌燥呀，就是总写喝了水也总是觉得渴，而且也没力气，也不愿意动，四肢呢很沉重，体重呢就是下降啊，因为它都尿出去了，营养都出去了，你消耗的就多。反复的出现这个口腔感染，就说你不愈合，一旦出现感染了吧，皮肤感染、泌尿道感染，这些感染呢很难好，很难恢复，这也是一个问题。你像这个小伤口久治不愈啊。另外呢，餐前出现饥饿、心悸、大汗等低血糖的症状，有遗传家族史的、肥胖的、缺乏运动的、压力大的这些人呢，一定要注意。所以说，糖尿病前期呢，这些症状呢都不要忽视了。所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那些脂肪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吃进去更多的糖，而没有把它消耗掉，只能储存起来了。尤其是肚子大的啊，腰围大的，腹型肥胖的呢，发病率呢是比较高的啊。你看，全是这些脂肪，这些脂肪都是我们饮食中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啊。男的腰围大于90，女的腰围大于85。即要注意了，需要这个减重。我们也要保持，从哪里呢？就是从我们一日三餐里边均衡饮食，保持血糖血脂的稳定，坚持三高三低三补。巨量营养呢，我们的饮食呢分为巨量营养和微量营养。巨量营养呢就是蛋白质，是不是优质的脂肪啊，但是你要不能说这个肉好吃，我正好我多吃肉。那个肉啊，你比方说是羊排吧，羊排大约25%是蛋白质，75%都是脂肪，所以说它的比例非常高的，那就注定你只能少吃一块，要吃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大量新鲜的水果蔬菜，要多喝水，选择低升糖的食物，低糖的水果，你像香蕉啊，这些都属于高糖的，你可以吃苹果，苹果它是果糖，它分解的要慢一些，你像这个椰枣就很那个，就属于高升糖的，尽量不要吃，你可以吃这个蓝莓，你像我们在加拿大这些这个各种梅子类的、李子类的、苹果、梨，这几些都是这个低升糖的水果，你可以吃啊，一定选择低脂饮食。你像我们鸡蛋非常好，是不是？就说我建议成年人呢，我们一天吃一两个就可以了
多了的话呢，它里面的胆固醇也是我们身体所处理不掉的啊。微量营养呢，就是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这一个呢，在我们的日常摄取当中呢都不够。有的人说我就以吃蔬菜、维生素蔬菜为主，可是现在这个土壤里边维生素这个矿物质都不够了，就说土壤本身就缺，然后呢，它生长的蔬菜也就缺啊，等等。再个说这个抗氧化剂的问题，你比方说是 VC。除非我们自己院子里摘的蔬菜摘回来解着吃，那么保存的比较好。当这个菠菜如果今天摘了，明天晚上到了我们餐桌上，维生素 C 已经一半没有了。而我们的蔬菜往往都是维持一个星期，是不是？采摘，然后呢收购、运输到了商店，再到我们餐桌，三五天都很正常。那么这个时候维生素呢，它可能丢失的呢就非常多了，已经很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呢，吃的非常饱，但是呢还是这些微量元素不够。我们的细胞呢它不够，它就让我们的身体就让我们多吃，总觉得吃的很饱，转头就饿，就是因为这个细胞的营养不足，尤其是微量营养不足。关于这个抗氧化剂的话呢，有的人是觉得无所谓了，自然衰老了，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自然衰老是没问题。你像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环境污染呢，水污染，还有这个精神的压力等等，都会导致我们那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产生身体产生大量的这个炎性物质啊，也就是说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呢需要大量的这个抗氧化剂和的对抗。如果是没有足够量的这个抗氧化剂的话呢，那么你的身体只能在慢慢的损伤，你的细胞一个个都损伤了，那么天长日久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说呢，即使是同龄人，大家就看到就是说，你比方说是都是60岁70岁的人，有的人呢就非常非常的年轻有活力啊，有的人呢就可能就是与在病床上与疾病做斗争。所以说人的生活品质全是看我们的这个食物组成你的这个人体是由什么构成的。饱肝呢对糖尿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前边呢关于这个肝脏呢我讲了好几节课啊，所以说呢肝脏的功能呢是我们身体当中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它有解毒功能，像我们那个从口进入的 80%-90% 呢都通过肝脏把它解掉了。哪一些解不掉呢？通过皮肤，你比方我们喜欢用化妆品，像夏天的防晒霜啊，那可能都有很多人就是一擦防晒霜呢就很不舒服皮肤。防晒霜里边的一些防腐剂呢什么的，它呢很快的就进入血液，进入全身的循环，那么就造成了很多人我们现代人乳腺癌各种癌的这个比例比较高。所以说这个解毒功能呢，我们不仅仅要注意食物，也要注意这个我们的皮肤是最大人体最大的器官。我们可以吸收，比方说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装修不要污染了，是不是？因为它也是透皮吸收的。很多这个农民打药是不是要注意全身防护，否则的话药打完了人也倒下了，那也是透皮吸收啊。所以说我们之所以现在活得好好的，是因为我们的肝脏功能还在工作，帮助我们解掉了大部分的毒。代谢功能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都是在肝脏里代谢的。另外呢，分泌胆汁帮助我们消化这个物质。另外它有储存功能，像我们的很多的铁等等一些元素都是在肝脏里储存的，它是一个仓库免疫防御我们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免疫的这个因子另外它有个再生功能，我们所有的细胞都不能再生。我们知道壁虎你可尾巴断了它能再长出来以来，
我们人没说哪个人胳膊断了还能再长个胳膊出来，没有，只有我们的肝脏，只要你的肝脏有四分之一是健康的，那么有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大约仨月就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肝脏来，还和以前的肝脏一样，所以说它的肝脏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再强大也不是我们伤害它的理由。所以说呢，我们日常饮食生活习惯啊，不要熬夜，情绪等等都要增强肝脏的功能，预防药物的损伤，减少减轻糖尿病、脂肪肝，增强抵抗感染的能力。像现在的新冠，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大家都知道营养好了你免疫力才强，你才能抵抗。同样的话呢，可能有的人得新冠了就非常严重，有的人就没问题，他只是一个携带者。另外呢，就是减轻由于代谢并发症引起的这个微血管病变引起肝脏缺血缺氧导致的酸中毒、转氨酶呀，还有胆红素升高甚至肝细胞死亡，这是对于这个糖尿病。今天呢，我觉得我这个片子还是比较多的，我想留几分钟和大家这个商量一下吧。倒也没问题，接着就讲完了。我们要科学的这个降糖减脂呢，一定有适量的运动。运动呢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这个消耗掉一部分，维持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正常的代谢。但是这个运动呢不要过量。过量的话呢它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你又没有那个抗氧化剂向它对抗，所以说可能就消耗的就过多。所以说呢每天坚持45分钟到60分钟就可以。另外呢肝脏呢很怕熬夜，很怕喝酒抽烟喝酒，这些就说你要有健康规律的生活。那么糖尿病的防治的这个总的原则呢就是包括就是控制高血糖、高血压、血脂超重肥胖、高凝状态、心脑血管多重危险，如果有这些的话呢一定要去治疗。所以说生活方式的干预还有功能性营养素的干预呢是在早期，它是帮助药物来作用的，因为这些营养呢它是我们身体的组成成分，而不是说能给你一个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通过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讲解，认识糖血糖在我们身体里边是做什么用的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多为什么会少我们应该怎么做希望我能讲得明白。